我这差两个上午没摘着，去啊！你看这皮子多青。让那我知道，没有了。稍等，送人去。啊。好，好，大哥。给我，你看在哪边？来，在这边。他那个药，这边上。那边那就这边好。 是那个医生啊，那个给我去掉，连那个往医生去。哎，好不好？不要给我去掉。这标太小，大哥，要大了我找去。我这个上的，啊，这个标太小，这个一只标，大哥，够不这样？够。一百三吧。大哥，搁两块肉。给这嘎给我来点。啊，一百三，行的了。一会儿给兄弟来一点吧，他都拿来。 行，那你就都拿来，这就好了啊。55。太肥了吧？我看看。来一个。那我刚才开始我就不要了。这肉，这肉一流的。我说好是好，不是我。还能嘎吧？啊？还能嘎吧？这人都要着呢。都要了，还有这样的吗？有的是，这不都要牌吗？还有兄弟招呼着呢啊！好了，大哥。 给这哥，你跟你见面哥换了。行，给兄弟啊，切开。对，切开。这排骨先不要，还有一串。啊，给这个啥大拿来，给这个见面的大，直接见面。排骨这个排骨大了。多少人过来？又到了。我一肉。买那么多。八扇排骨。吃热过你。人家送人。北京的。哎呦，我说你这俩你都记住了啊？今天的啊。我天天在这待着呗。哎，多不这个。 哪个？这个啊，太多了，大哥，要到一。行，来点瘦的吧，你看那个五六斤儿，行吗？五六斤儿啊，我就来这个。咱上完咋弄吧？走，你看我去取干净了，来这个大哥，行，看咋弄，喝点呢。来，留着吧，我先留着，我都取两箱走了，一袋排骨。啊，来一下就行，来两袋就行。没事，来一袋吧，来一袋，反正我也等着呢。行，行吧，反正我也留一条，大哥啊。 大哥都是拿着，都500左右的，行吗？好，要带骨头走是吧？姐，我那儿那刀子早着呢，这不缝着呢，别把我这排骨忘了。完了，我应你一下，兄弟们，我这告诉你实话，要不然不应了，师傅。 直播就是一个时间的事儿。我等着，等到十点为止。你削了这个呢？这个。直接来车个大的。看着大肥子都挺僵实的。大哥，五花肉啊？多斤一块？六斤一块。三十二分。行。 6斤就5花肉，不要瘦的。都要，对，光要。光要5块。这排骨。这排骨应该这兄弟，行吗？啊，这2勺完这够咱的了，还有2勺。啊，都一块标吧，够了吧？行吗？够了，完了你给我弄。对，6斤这多宽的？6斤这块，照着我这100，别超。 别超100块钱，一块一块。啊，用大标不？打完就是石头绿圈的。光吹的完。你这个后轴有人要吗？啊？那个后轴啊？后轴，没要。我给你留一个。啊，我多大？这些中吗？85。就是100来块钱这样。照着一百。别超100块钱，行，那我给哥干了吧。啊，100。 别吵。多少钱？啊？13。16啊，13，大哥。
一把竹木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帮我捡了一下。哈哈哈哈哈。贼多。啊，买肉我来拉白干的。好，装上。肉现在多便宜了。是的，这家伙。哎，对，这个涨了。今天，嗯，再来一口酒。排骨啊，这个啥，这来个后五花。千层啊。哎。啊。哎，中。哎，你把这个里头这个，啊，里脊肉给我带的。明天你说都啥收？啊。明天都啥？我这要个牵手排骨。哎，行。那哪个的沧州的走了，沧州来找。要是等那个你送猪头来，人都等一个着急呀，求猪头去。一个着急咱没完呢。我拿这腰子。那有后五花吗？啊？有后五花吗？啥叫后五花？你那个那都大猪的多。你说的我没听明白，姐。就是上回我买你，完我说做红烧肉，把你给整个后五花。下五花。啊，下五花的。真没有下五花。没有啊。没有。这个猪有吧？有。多一块钱没事儿，这三块一到一块儿。你洗你出了点三十多块儿。现在不甜了。来一个。多一百。差几块没事吗？差几块钱儿。添一个。那都无所谓，告诉你。这昨六咱那重炮腰秤，它没事儿，对不？我那猪杂不用剁。不用剁。剁的它也不好吃，咱说心里话。啊。十二个猪耳朵不是？十二个是吧？十六个。那头呢？你看，捡出来，十六个。哎，肘子也是十个，也是骨头各状，也十个肘子，十个肘子，全带骨头，前肘后肘无所谓。这好像还有骨一样。你整个篮子给我弄不中了。骨头还剔不？来一半啊。嘿，然后要是是吧？对对。多一个都无所谓，多一半，多一半都行。完这个肠子别在边啊，大肠记着，听着没？大肠不给人拉，知道不？谁要不给啊？这要装的，对，等会儿装，拿吧。大哥行吗？行。羊圆好看，我净说吃，你送人也好看。行了，这里多重？啊，这小肘单装的，对，都一块，单独装的，单独装，单独装的。来，小子，来一个小肘装。是，接着吧。你再给我来，就是那个方肉那个五花肉。啊，对，再来一块。完这个，完我这都给我大哥了。人家家要三十多份的啊。就三百多斤呢，对吧？你给我弄一小方的呢。我知道。给这，给这，大姐。好不容易排了，我多少都行。蒸到。给我来一块下五花。啊？花都在这通辽了。来多少？给我来一个槽，宽不？哎，真宽，真宽。哎，对对。好，这回没别的了。嗯。再也没走啊？啊？明天，再明天还用来的。啊，再敲完再来。好。都归票了啊，大哥。四百六十四，这多些。四百一。四百一，你这个870，874，行吗？啊？我这个跟你说半天了都。你给我多拿俩袋儿，然后我到。啊啊，行，我这跟你说半天，你给我得了。来一个，这条子不让给大姨，云大姨一条，行吗？姨啊。那你给我嘎一半也行。不，你到底是要一条要一半？嘎一半吧。要一半，我就不给你了。
对，这多少钱？我这不忘呢，这是110。110的，兜里。啊，这点儿都抬不动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这家好看的。还有一个530的呢，还有一个500的，这都470，可不真大的。大骨头装上。哎，这是哪个袋儿来，姐们？哎，六个一袋儿。我寻思光给你干这腰子，我寻思你要这个。啊！这片板油够10斤了。对，大哥，你要片板油不？大哥要。啊，你要这板油不？要。这家伙，我这够10斤了。啊。有种子吗？啊。有种子吗？有。板油给我吧。你要啊？好，这鸭太好了，何主良，你到家去，你到家耗油绝对受到表扬。这油轻用不着，一片碗油够10斤了，你这家伙啥也不会大要，还用啥何主良？要是用，要千张好兄。要五花。啊，我哪也没说对呀。摇一锅。我也来点。这块给我摇了行吗？不行。咋的了？光来点利己不行啊！一来一块，这是利己啊！啊，那利己，你光来利己不行。一，这一块也就是十来斤肉。嗯，好用。那个是啥？甜肠。来个，这叫元宝肉。这是后秋那元宝肉，带利己块那个。啊，你要不姐？我想要那个肉。想要这个猪一样，这都一块猪。我要炖肉。都一个爹一个妈的。来点一半来的，不是一块。来，那炖肉是来千肠。啊，你说对了，掏个白吧。我搁那边再嘎一块呗，嘎呀！那个不够，再来。师傅，你家生意好。186，没到200，185。你不嘎掉哪吃这个呀？你说，对不？咱们都花好钱买好肉，结果说实话不？哎，干什么？将会上，哈哈哈哈哈！来嘛，这回，这家伙是，这肥呀！来，这块，接近600斤了，这都，560斤。就是我大哥说那意思，半拉猪是顶两份儿。白下是怎么卖的？白下是看你哪一个白，看哪一个白，长着和堵着。啊，长着呢。长着20，堵着25。哎，完剩下别人不给拿了，那不行，我用不了那些，你用不了。多少斤？好，100牙。100牙一份。多些一半。这些的一半。这些的一半是吧？哥说的，你说不来那多，还来这多呀？是肉肥，是肉一流肉。160，不缺别的肉。好，这60。多整了点卷的，都给你点去。回给你拿去，没事儿啊。哎，这好解决。是。行不成？看，这还不重，不肥了吧？前十条是吧？190。